海警一号令规定可以优先开火了吗？捏造中国法律怎么都成了时尚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这两天呢，我看到很多网络平台上很多著名的大 V 们都在转发一个消息，就是6月15日海警一号令，也就是海警机构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就要开始正式实施了。大家现在在网上搜一下这个海警一号令的相关报道，基本上都挺刺激的。最常见的标题就是什么可以直接开火了，可以优先开火了，中国海警法规出台，可以开第一枪等等等等。我给大家念一段文字啊，那个新闻是这么写的，说该规定中白纸黑字的指出，赋予中国海警依法对骚扰中国海域的外国人采取逮捕、审讯等必要措施的权利，并赋予其优先开火权。假设有外国船只侵犯中国的领海专属经济区，那么在必要时，中国海警可以合法使用枪械、火炮等率先发起攻击，而无需等对方先开第一枪再还击。这文章很长啊，我只是念了一小段啊，而且整篇文字一字不差的出现在两个很著名的军事创作者的文章里，谁抄袭谁的，或者他们根本就是一家的，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了。另外呢，还有媒体说啊，中国海警将有权对非法侵扰领海等海域的外国船只跟人员采取逮捕审讯的必要措施，也就意味着停在中国仁爱礁的坦克登陆舰57号将可能被直接拖走，而船上的菲律宾人员也将被逮捕。那么看完新闻之后呢，我就去看了一下白纸黑字的中国海警一号令全文，除去目录，正文含标点符号45318个字，就没有一个字谈到开火啊。关于逮捕，原文也只是说了满足什么条件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检察院批准之后要如何实施逮捕，检察院不批准又该如何等等，都是跟其他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差不多的程序。也就是说，网上各路媒体所说的允许优先开火的海警一号令，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颁布的海警一号令就不是同一个星球上的事儿。那么如果我们再看看当前南海问题的发展状况，对照这些文章就会觉得更有意思了。首先呢，美国在台海啊、南海啊，还是很希望复制一下俄乌模式，所以近期一系列动作可以被看作是作为暂时介入做提前布局。比如美国尽力在制造中国跟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冲突，把中国跟东盟的关系要拉远，这样一旦台海发生冲突，美国就可以试图要求东南亚的某些国家配合美国采取共同孤立中国的态度，这就类似美国试图孤立俄罗斯的办法。所以呢，现在中国政府在南海各个岛屿主权等原则问题上采取的是强硬的寸土不让的态度，同时呢也在努力管控分歧和局势。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中国海军这两天还对菲律宾进行了友好访问，双方进行了亲切交流，说明我们是尽力要把矛盾放在南海周边国家的内部去解决，既要打击某些国家的挑衅，也要防止把这些国家彻底逼进死胡同，不让美国等域外国家有更多的机会去介入。而在这个时候呢，有人要捏造一套中国海警要主动开火的所谓的消息，并且呢在全国范围之内全网传播，那么制造这样的舆论是给谁看的？我想有些人就是意图用这种方法把国内的舆论展示给其他国家，刺激其他国家人为的增加中国跟别国之间的对抗跟敌意，帮美国把水搅浑，这是制造假消息的可能的目的之一。另外呢，先把风声放出来，给全国人民一个心理期待，然后等大家发现事情的发展跟大家预期的不一样，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这么多网民会耐心的查一查中国海警一号令等相关法律是怎么写的，还是会直接的简单的攻击中国海警不敢开火纯属太怂呢？所以啊，很多事儿大家看了以后觉得特别兴奋，认为是我们捅别人肺管子了，其实核查下来才会发现是敌人把积雪打进我们的肺管子了，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这些钓鱼技法才是舆论战、认知战的基本战术呢，不要以为舆论战就是敢吼。不过呢，这件事儿
对我们来说也是件好事儿，起码让我大致明白了哪些著名账号的话其实是不可信，哪些人不是真的去思考，只是来回去抄，那么我以后收集信息的时候也能很好的去避坑。